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来看看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新的说法和动作。九月二日，中国的第三届报业创新发展大会是在广西南宁召开。参加会议并出席讲话的很重磅的一位人物，就是目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当然，还有一众党媒、央媒的负责人去到了南宁。 根据这个会议啊，目前至少说有两个信息。第一点，从相对宏观的层面，胡和平就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他特别就提及啊，要创新话语表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坚持和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有力有效守好意识形态。 阵地等等，哎，这样的一些说法都比较的多。不过听话听音啊，四个字儿，意识形态。搞文宣抓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您看啊，特别是经济下行，然后呢，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候，他就会去强调政治方面，就会去强调文化领域和一些意识形态去。 从严，基本上就是过去很多年见证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当然，你要说完全没有变化，这个不客观。中共做文宣工作的这些人啊，恐怕也不会服气。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九月二日广西南宁的这一次会议上，王慧敏他作为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一番发言，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圈是流传比较的广。 王慧敏是能够比较好的写文章的，而且早年他作为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中，就特别强调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个说法后来也被习近平，中共最高领导人多次援引使用。出处呢，其实呢比较早的是来自王慧敏，所以他在中共的文宣系统也是比较被看好的一位人物。 九月二日，王慧敏就特别说呀，在当今的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居高临下、语言生硬的新闻报道，即使内容再好，恐怕也无法打动人心。王慧敏就特别呼吁啊，要改进文风，举了几个方向：第一，就是用小角度讲大道理，切实提升感染力；第二个，用妙故事画硬题目，确实提升传播力。 第三，用好文笔，活泛题材，切实提升引导力。王慧敏的这个讲话，他没有提意识形态，但是这中间表达的意思应该还是明确的，就是即便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要来改变文风。改变文风，它针对的一个群体，重要的群体其实是年轻人。你要说像成年人，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往上走。 因为是有一些阅历，一般的宣传恐怕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对于中共的认识。但是年轻人就不同了，白纸一张嘛。第二个信息，南宁所举行的这一次会议透露出来的，相对微观一点，就是中共的央媒是又一次的扩军。此前啊，中共的央媒一般认为是十八家，其中有三家是正部级的。 第一家是人民日报社，第二家是新华社，第三是央广，接下去是一六副部级的央媒，再加上厅局级的央媒。那么根据广西的南宁日报对这一次的会议——第三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的报道，其中就特别提及到了第十九家央媒，叫做《中国文化报》，地位是已经。 升级了，成为了一家所谓的央媒。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出的信息，《中国文化报》那它办报是已经有比较久的历史，创刊于一九八六年，是由中国的文旅部所主管的一张文化综合类的日报。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中国文化报社是转企改制，成立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所以可以简单的来讲。 目前成为了央媒的这一家《中国文化报》，它的主管单位是文旅部，主办单位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是叫做徐海军，此前是文旅部的一名副司长。目前呢，是不是说又往前走了一步，成为了一名厅局级的官员，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中国文化报成为一家所谓的中共的央媒啊，其实可能外界也不会说太吃惊。用前面提到的胡和平的说法，因为这些央媒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文化思想是在二零二三年十月份首次中共给他包装推广出来的，要造势，要去落地习近平文化思想，所以有一个级别比较高的阵地，也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自然可以做一个推论，就是在文化领域，中共也会说继续在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现在环顾四周啊，在中国可以说，文宣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范围啊，涉及非常的广泛，报纸、电视、电影、广播、电台、教科书、文化产业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主要针对的群体啊，要去洗脑的群体，当然也还是说是年轻人是在校学生。比如说最新的引发很多争议，其实很多家长内心也是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的。就是九月份啊，刚刚开学，中国的小学、初中就正在使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大科目的新版教材，其中有很多啊，就是贯穿了新思想。 比如说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就有啊，习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的介绍，同时还结合相关学习主题，就去特别介绍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以现在很多家长有意见，就是本来啊，《道德与法治》这个教材，你根据它的名字，就是要讲一些。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的道德美德以及一些普法，这个呢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因为加入了这么多的习思想在内，它就很明显是一个党化色彩非常浓厚的教材。之前是采访过呃家长啊，中国大陆的家长说饭桌上就时不时批评共产党，因为毕竟成年人他见多识广，但是孩子饭桌上就不干了，直接就和家长啊争辩起来。 所以学校的教育确实是能够对于孩子来说发挥作用的。中共啊，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学校、重视教材、重视学校的一些活动对于人心的塑造。但是呢，像习近平这样如此大规模的渗透到这么多的教材，恐怕也只有说毛教员和习近平有一比。接下去的内容，这几天啊。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者高善文，应该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位了。他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讲话，突然在社交群组里流传得很广，一下子又是让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被聚焦。其实关于房价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的问题，那有一些人想上车，有些人急着要下车，有些人因为在中国有几套房子呢，所以总是很紧张、很焦虑。那还有一些人，其实在中国没有。 片砖半瓦，所以似乎就超脱一点。在高善文讲话引发的轩然大波之前，先来看一看中国大陆的房价。聚焦的是北京，所谓的首都、首善之都了。主要的信息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财经媒体的相关的报道和分析。北京的二手房的房价呀，在经历多个月的连续下跌之后，平均价格是跌到什么程度？跌回了八年前。掐指一算，那就是二零一六年了。 根据一些市场机构发布的数据，截至七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价均价是五点四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价格是回落到了二零一六年的八九月的水平，也就是八年前的夏天的水平。从最高点算下来，是已经累计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目前北京八月份二手房的成交均价还没有统计完成，不过呢。 从挂牌价和市场感受来看，价格仍然是下跌的。而在价格下跌、购房门槛降低的当下，部分刚需的购房群体啊，确实是有上车的，成为了近期二手房成交量增长中的重要力量。这个话如果说说的直白一点啊，其实就是围城效应。根据专业分析人士的说法，近期啊，他们是观察到包括北京在内的核心城市的刚需客户。 有个新动态是什么呢？开始进入二手房市场了。主要的原因是房价经过持续下跌之后，在他们看来，刚需的人群、年轻人等等啊，在内看来，性价比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不过，专业人士、分析人士啊，也表示，这一部分刚需客户的需求暂未向新房市场大规模传导，主要还是由于部分客户对于新房交付风险有所顾虑。 在二手房以价换量、居民对新房交付风险顾虑等因素之下，今年以来啊，中国大陆二手房市场的成交表现是持续好于新房。根据专业研究院的数据，二零二三年二十五个代表性的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总量中，二手房的成交占比已经较二零二二年有所增长为，为百分之五十五点六。 而二零二四年的一月份到七月份，这一比例是再一次提升到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一。不过，以价换量致使全国二手房价的均价呀是持续下跌。根据专门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在今年二零二四年的一月份到八月份，中国全国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全部同比下跌。八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也就是环比。 七月份和七月份相比是下跌了零点七一个百分点，已经是连续下跌了二十八个月了。房价下跌的城市数量已经是连续十五个月超过了九十个。现在眼见着九月份了，马上到十月份，中国大陆卖房这一块啊，一直都有金九银十、五一黄金周这样的说法，所以当下这样的状态，根据一些房地产分析人士的看法。 因为土地大幅缩量，很有可能是制约房地产企业的供货能力，同时就拖累了销售的恢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普通中国人居民他的收入预期等长期的因素没有明显的改进，所以预判在金九银十期间，大城市的新房市场啊，它的活跃程度是有限，而重点城市的二手房市场。 在以价换量的趋势下，是有望保持一定的活跃度。说到中国的房子，确实每个人有自己的观感、想法和故事。我之前有一位北京的朋友，上个月刚好是卖了一套房子，位置是在二环和三环之间，而且呢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有学位的小区房。那么他是卖了八百万出头人民币，其实也是很小的户型。 那么卖了房子之后呢，他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觉得是卖低了，卖亏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失落感，那就是因为就是在几年前疫情之前，同样的一个小区，类似的户型、面积也差不多的房子，卖的价钱啊，是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都是比较的轻松，所以就觉睡不好了。那我就安慰他，八百万。 人民币现金在手上，可以干很多以前是干不了的事情了，对吧？另外呢，北京房改第一次房改是在一九九八年，那个时候啊，他家里拿的房子就是几万块钱人民币就拿到了这个房子。现在你把通货膨胀再怎么样算进去，从几万块钱的投入，现在变成八百多万的人民币的回笼。 你觉可以睡不好，但应该是说偷着乐，在梦中笑醒，不能是说焦虑的，眼袋都出来了，睡不好觉。哎呀，也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得进去，心里是不是舒服一点？因为对于在北京长大的人来说，对于北京人来说吧，房价跌得这么厉害，应该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接下去就来看一看经济学者高善文所引发的关注。 就是这几天，大概九月一日、九月二日开始，高善文他是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关于啊如何解决房地产危机的一个视频是在社交平台疯传。其中啊，高善文就表示，他是一个演讲，他在表示中国房地产的危机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实际上就只看一点，就是有没有勇气把中央银行资产的负债表压进去。高善文就接着说。 如果他没有这个勇气，这个问题就是只能是拖到最后，就是大家都 over，整个行业团灭。眼见着动静这么大，高善文显然也是感受到了，也许也有一定的压力吧。他在朋友圈就发文：“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个其实就是他去年年底所做的演讲的标题。同时呢，在朋友圈中还回应说。 去年底的演讲全文，不知为何今天被一些自媒体扒出来，摘了一小段，到处传播。高山文讲话中啊所提到的有没有勇气，当然是说中国官方有没有勇气把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压进去。这个话呢，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中国的官方，包括中国的央行，敢不敢透过扩表的一些做法，在。 挽救房地产的危机之中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中国的央行要把银行资产的负债表进行扩表，主要的方式大概就包括专项再贷款，英文缩写是 PSL。过去中国的一些棚改房，其实呢用的就是这个贷款。另外呢就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这个中间有一条。 可能过去几个月，有些朋友都听到了、记到了，就是保障性的住房的再贷款，央行啊是拿出了三千亿元。此外呢，还有一些买国债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就能够实现扩表。扩表的结果就是说，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方便地方政府啊获得资金去挽救房地产的危局危机。 五月十七日，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根据他的说法，其实现在地方政府拿了钱就是要去做收储的工作，收购长期闲置没有开发的土地，收购啊卖不掉的已经烂尾的二手房。所以高善文他去年年底的讲话当然很长，二十多分钟，但是就前面所念到的，目前流传很广的那么一句话来说，核心的意思就是他在希望在呼吁中共。 中国的官方要加大救市的力度，有这样看法的中国的一些学者啊，或者说活跃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是比较的多。高善文是谈不上孤独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都觉得去年年底的讲话传得这么广，他是觉得有一些奇怪。刚好在九月初，我是注意到一位中国的经济学者也是特别强调在。 保障型住房再贷款这一块，就是他呼吁中共要扩大规模。目前这个资金规模是三千亿元人民币。那么这位经济学者呢，就是强调啊，能不能扩充到三倍到四倍？因为这样的扩容啊，就有助于撬动一点五万亿到两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从而大幅度的去推进去库存的进程。 经济学者、啊、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案，或者说积极的方案。他们的说法就是透过发行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或者是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方式，提供啊去库存的专项的资金支持。就是派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呢？包括高善文先生过去的一些讲话文章，其实呢都提到了，主要的可能有这么三条啊。第一条，在居民这一块儿。 房价下跌，它对居民财富和消费信心是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在地方政府这一块，房地产活动持续的低迷和房价的下跌是拖累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就是地方财政吃紧了。在中国这个更大的层面啊，就是房地产行业，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的行业呀、啊、子行业非常的多，所以。 持续走低的房地产行业会拖累中国的 GDP 的增长。有一些专业机构还专门测算说，如果说地产活动继续这样的一直下跌，估算二零二四年就可能导致中国的 GDP 的增长啊会减少二点五个百分点以上。根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年初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二零二四年中国发展它主要的。 这个 GDP 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是百分之五左右。如果说去掉两点五个百分点，那只剩百分之二点五了。所以出乍这么一看，这个数字它其实比高善文所提到的，如果说再不去救市，那中国的相关的行业会团灭。其实相比啊，有一些救市派所做的 GDP 的预算值是更加悲观，或者说更加有爆炸力的。 不过，那很有必要一提的，就是中国当然是有所谓的救世派，还有反救世派，就是反中国官方去救世的这么一些学者啊，体制内的其实也是为数不少。除了说中共中央财政还有没有钱之外，这个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是说，那如果说你官方去救世。 在舆论场，在理念这个层面给人的一个误判，给普通人的误判，就是说，在中国房地产，那房价只能涨不能跌，所以你才去救市。那这个和中共官方一直宣传的“房住不炒”就是违背了。所以这个反救市的这些观点啊，其实似乎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共在救市这一块就像是挤牙膏，显得是两头为难。 另外一点，反对救市的一些学者就表示：，那如果说官方拿钱，其实也是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不说道的问题。你最后呢，就算房价、房地产市场起来了，有一些起色，你还是没有解决存在的问题啊。包括土地财政的问题、监管不严的问题，特别是啊，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过程之中，地方政府和一些发展商其实呢是私相授受，存在着巨大的贪腐的。 问题，这些都没有解决。在反对救市的声音中啊，有不少人确实是把矛头是对准了高善文，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看法就是考虑到未来人口下降的预期，现在央行如果说扩表入场，最后呢房子是烂在表内，那又是哪一波人，或者说解套了，或者说是发财了，或者是把公共的债务最后转换为自己的收入呢？显然这样的质疑啊。 高善文，或者说高善文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私利。有批评者还特别就强调啊，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地产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正是上一轮经济学家建议的扩表的恶果。结局大家都看见了，确实立竿见影的。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地产行业虹吸所有其他行业的利润，居民在财富效应方面确实扩大消费了。 但是买房和不买房的两类群体收入差距瞬间是扩大至不同阶级了。这种以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假象，但长期来看却留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可能持续吗？所以批评者的说法呀，高层中国的高层是不相信你们了，是有原因的。请有时间也多反思反思。 别总是愤愤不平的，阴阳怪气。所以，透过高善文的去年年底的讲话所引发的议论啊，其实能够看到，围绕着中共到底救市还是不救市，方方面面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双方啊，围绕着中国经济的走向啊，包括说房地产持续低迷是有可能引发普通人的不满、上街等等啊，其实呢，双方都有说一些。 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在中共那个层面，如果说借用中国之前的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稍早二零二四年五月份的一个透露的消息啊，就是中国目前这一轮的，就是开始于二零二一年的房地产市场下跌的速度，比政策制定者预期的还要快，是过去二十五年以来所未见的，在这样的。 政策之下呀，北京的房价都已经跌到了八年前，八年八年抗战都已经是结束了，也没看到有一些海外的分析人士所说的是明变四起，所以接下去中国房地产市场啊，估计也是不温不火，一些老办法进行调整。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啊多评论、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我们下次见。